他出去玩吧。啊，太惨了，你看这里明天还不来了。上海。然后怎么然后起来叫你来对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昨天睡了一下这一阵子我都在台北嘛专门今天赶回来南投哦昨天晚上赶回来为了参加小屁蛋的人生第一次的校庆出发参加开啊带了一群美队然后今天要去参加小屁蛋人生第一次的校庆，我们来看看小屁蛋准备了什么表演。哎呦，我要除鼻毛，太长啊！我们到了，有够难停车的哦。这后面可以摆摊子啊！你是想要来摆摊？我原本想要卖香肠啊！你不要那么会赚钱好不好？我哪有？长安，你以前校庆都怎么样？校庆都在卖东西，那是元宵会的概念吗？啊，就是元宵会加运动会啊。啊，你有去吗？啊，去哪里？校庆啊。有啊。高学。校庆它其实就是一个同乐会的概念。谢谢。你在看小屁队？你知道他在几班吗？哦，废话，他开学我送他来的，我怎么会不知道他几班？所以是几班？走了才知道。超多人的。哇，好厉害啊！小屁蛋，你不会热哦？要不要抱？我们邀请，我们邀请，太凶了哈！长大了哈，有同学都不敢让我抱哈，装了哈。我们都经历过这个年代了。啊，唱生日快乐歌了啊，60周年。好，那我们大家就等表演，小屁蛋要跳舞了啊，来。开始了。活力的肢体动作，加上低年级孩子们天真灿烂的笑容，让欢喜快乐的能量分享给各位。借此祝福乔光国小。有了，太动起来了，动！给我们的小朋友热情的掌声好吗？哇，我们献给我们的低年级的小朋友。出去了，歪掉了。好，走，下一关。第二关，我是神射手。哦，我这么轻，大概是这样子吧。好了，欢迎了。OK， 过关，厉害。好，走。丑陋不懂，这样子。香蕉历史啊。来，帮你一个。好，我成功了。好，成功。OK， 走，下一关。聪明一点。加油！吃饭准备拿走。来，好了，大家好。欢迎成功了。你放这边一点。好了，好了，上面好，可以了。过关，好，走，下一关。不好。好，成功了。稳住。哎，好呀。来，阿正，换你。来，放上去，对，哎呦，哇，厉害！好，走，下一关。厉害！喂，你别说。
过关，好厉害哦！帮你，好呀！我们再次热情掌声。嗯？骗我！你要？你在这儿。等一下，先给他试一试。所以小时候不是这样子，他没有要你全部跑完的，只要皮币有拿到十点就可以了。你十点一张一个，我十一点嘞。对啊，你怎么知道？老师有讲。那就过关了。爸爸爸爸爸爸。啊啊啊！带着一群点睡。你想换什么？姐姐啊，你还是你喜欢的。好，小兵蛋来。你不是要跟我拍片，你又不讲话，好不好玩？校庆呢，哦，来陪你们开心。有、哦，有吗？好了，结束了，那我们等一下就要回家了。好，那我们就跟老师报告一下。好耶。走。小皮蛋想鬼灭之刃呢、啊？你最喜欢鬼灭之刃的谁？米子卡。我有带他去看鬼灭之刃电影。真假的？你不觉得很血腥吗？他喜欢看啊，小朋友都喜欢看这些莫名其妙。以前我们都看 Cartoon Network。哎，最近有上那个新的《汤姆猫与杰利鼠》真人版。真的吗？真的真的。爸爸。要爸爸。要爸爸。要爸爸，爸爸就给你。要爸爸，你要不要？要不要？叫爸爸。就是因为一个本跟那个衣服不一样。为什么？有不一样吗？不一样，你本人比较瘦。很多人都这样说。好好的，赶快让身体好起来啊，好不好？加油！先把身体用健康起来，然后就可以好好起来跟我说。你 IG 密我就好了，跟我去打棒球。认真做节目哦。我们很努力在认真在做了。那我就看咯。好，看了超感动啊，很感动，就要好好拍影片，是要好好做节目。对，那我就不能这样乱拍了啊、哦、接下来就是等我们这个棉花糖买完我们就回家啦。小皮蛋，今天你好不好玩？身高我好不好玩？哼，你觉得今天好不好玩？你根本就没有感觉到开心的感觉。你不是有在学舞蹈吗？怎么跳成这样？好坏，爸爸就是嘴巴臭了一点嘛。好了，今天韩老板也算是陪小屁蛋人生第一次的校庆，第一次我们总是要参与到，第二次校庆就不会再吵了。啊，开玩笑的，不然这一阵子都在台北，还是要回来充一下电的哈。谁敢在下面留言再留岳父这两个字的话，你闲了也。那、啊、如果有一天她交男朋友的话，你要先过五关斩六将吗？先用高粱灌她，然后问她到底想要干什么东西。你也会杀个女婿耶？全灭。那、啊、你要他们几岁才可以交男朋友？最少也要成年啊。可是这种东西我想啊，儿孙自有儿孙福啦，该面对的时候还是要面对啦。我蛮想象你牵着他走进婚礼，然后把他手交给另外一个男人，然后手一放就开始对。之前不是拍了一支，就是我跟他说爱惜自己的东西这个影片，很多人都觉得拿自己的那一套去适用在别人身上，可是这种东西谁说的准呢？很多父母都会说啊、哦，我的孩子好棒好棒，所有的美的，很常听到这种话，对不对？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普通人而已的。我很讨厌父母在比较。对，好，希望明天是安安静静分享，今天还这里，明天还我还能完成。这可以另外再拍一集的，那个家里改造。那你是什么时候要改？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家被改成这样？好久不见，然后，但是你还是长得很丑。